创造最美的阳光。我们跨越时空，拯救世界，齐齐啊大步走向前，将邪恶逐渐消灭，迈向胜利的终点。我们跨越时空，拯救世界，齐齐创造温暖美好家园。我们自信永不灭，爱总会在你身边。这一支有爱的力量，创造最美的阳光。我们跨越时空，拯救世界，齐心创造温暖美好家园。我们自信永不灭，爱总会在你身边。上集说到，扮成懒羊羊的小狼人设计将小智和喜羊羊留在错误的时空，但计划被喜羊羊破坏，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跨时空救兵，爸爸的礼物。我要回去了。谢谢你送我回来。再见，再见。还差点忘了，喜羊羊，你先别走，我想起一件事，你等我一下。灰太狼，你们怎么了？小狼人刚才装成我的样子袭击喜羊羊，幸好我们及时发现了。那他现在在哪儿呢？不知道，他被喜羊羊打跑了。又是他，不要让我再看见他。我看见他了。小狼人，你被包围了，快束手就擒吧。居然连我这个潇洒哥都能找到。潇洒哥，我之前果然没认错人。不用说，我都知道。来，要不要抱抱我？不要偷吃我的零食。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你等我一下。爸爸肯定是在做重要发明，不能让人打扰他。快快走，别在这里吵。智羊羊那古怪的家伙居然有朋友。看样子和智羊羊一样古古怪怪。不是的，我爸爸智羊羊可是个发明天才呢。什么？他居然把智羊羊叫做爸爸，果然很奇怪。好了，别在这里吵着智羊羊做发明。
智羊羊又做发明了。大家做好准备，不要像上次一样又让火势蔓延。你们怎么这么紧张啊？你竟然不知道，这是我的新发明。哎，潇洒哥，你真的能找到小狼人？当然，我可是潇洒哥。可是你披着块布干嘛？这叫敌人在暗，我们也必须在暗。嗯。找到了，就在这儿。真的吗？可这不就是你出发的地方吗？说得很神奇，根本就是骗人的嘛。我画个圈圈不理你们。谁弄掉的番茄酱？番茄酱。这怎么这么像狼的脚印？不是我的。难道是？我们跟着脚印去看看吧。我潇洒哥果然是神通广大。脚印朝着控制台去了。小狼人，束手就擒吧。这是。豆豆，你怎么了？刚刚有只狼想在控制台关闭智羊羊那个时空门，但是被我阻止了。小狼人呢？他跑掉了。我们快追！等一下，你们忘了小狼人会伪装的吗？对呀、那我们还是检查一下吧。这么柔软，肯定是假装的。快点露出你的真面目吧！真的小狼人在这里。不好意思，没关系。那我们快点上飞机去追呀。他出来了。喜羊羊，这个送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生日蛋糕本来想按你的样子做的，可是都怪我笨手笨脚。快吹蜡烛吧。谢谢爸爸。我也好想爸爸回来陪我过生日啊。这蛋糕真的是太好吃了，谢谢你，小智。对了，其实我还有……等等，喂，喜羊羊，我们发现小狼人了，快来帮忙！我马上回来。我要走了。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的？他们在等你，快走吧。再见了，小智。再见。好厉害呀！
这烟花是你做的吗？你当烟花是为了庆祝什么？对呀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对了，可以用这个来做上太空的动力。它还是那么古怪呀。但也许它真能上太空呢。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没事。糟了，又开始震动了。我要回去看看红红和小灰灰。路上小心一点。你们是不是又需要我潇洒哥帮忙啊？潇洒哥，越过无尽无数日夜，看见美丽美好明天，拥有勇气勇敢不变，我们嘻嘻哈哈创造着嘻嘻哈哈，一起闯世界，充满着飞一般的力量，心中闪着太阳的亮光，快乐在天与地中飞翔，我们努力追寻着梦想，有着正直热情的伙伴，越过艰辛低谷和高山，尽管遇上风雨和困难，我们坚毅的心都一样，拥有勇气勇敢不变，我们嘻嘻哈哈。